大家好，我是威狼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在这个我们的基调点。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我们就要去钓鱼来抓鬼了。那上次呢，我们在那个三千里的钓鱼，那现在它封闭哈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去那边，因为非常危险，要跨过那个栅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这个地方呢，叫做乌石鼻。那这个乌石鼻渔港呢，有那个台湾最美的渔港之称哦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去那边当兵哦，所以呢，我知道这边有一个很美的美景。那现在日出，你看破晓云已经在后面了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去准备这个渔具的时候呢，钓具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拍缩时给大家看的，让大家看这个最美的台湾最美的日出，就在乌石鼻哦。那拍完日出之后，我们再去准备钓鱼一下，然后希望今天可以钓一个好的收获。那我今天一样是跟我的好兄弟文云来啊，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他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先准备，好，先去准备钓具，然后拍这缩时，那我们等一下见吧。
刚刚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最美的乌石比喻港呢拍给大家看哦。那现在呢，那个太阳已经被云遮住了哦。那我们刚刚也把这个鱼钩、那个跟我们的那个钓具要整理好哦。那我们刚刚就试水一下，那现在没有鱼获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这边休息一下。笑，靠远投竿的啊！刚刚在拉的时候突然没有电池哦，所以我们把这只水针吊起来，蛮大只的。那因为我们现 在等那个黑潮进来啊，所以要等一下，就等那个鱼它们慢慢进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再追这个鬼哦。那这就是水针，你还拿去包起来。
个边角角都不能放过。哦，这一面呢超亮的。